庙里面那些理事啊，委员长早就改选了，杭州庙那里过来委员理事，你会有问过他，谁要卖礼？一问，一问他把地给他。现实的，那个几件，还不是都是信息书的照片啊，就是一些什么，我是来拉行业的。后来啊，他在有一次啊，过年的时候，就是他就是一些过年的时候，就到晋江那边回去，他怎么样的？ 比如不敢不都搞到这种事，有一个，我就这些儿女啊，就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你就救他，不要他墓道了50几年，到最后都没有受洗啊，这样太可惜了。我太太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岳母他们就一直跟他传福音的，带他来教会，他什么，他就是不信啊。 我不敢，不来告诉他，你跟哪个？你不来啊？那个，我们这里墓道有超过50年了吗？马屁，我去墓，墓道那里我有那边，你刚刚超过50年，我还没那些啊。啊，结果呢？啊，交兵我的时候啊，后来那个检查的话，那个肾的指数又不好，又洗肾，给三十多，也有个肾的那里也是不好看的，交兵嘛那边呢。 今天出来，住了3个多礼拜，每九万之后4个多礼拜，然后喊你妈几家，我要洗肾，我要喊之后啊，肾里那里，我就一直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你就给他啊，能够换到一般病房出来哦，我们他只要他同意哦，赶快去跟他施洗一下。是努力没有尽力个，我还没有苦做病个，什么那个啊，上面准备了，那个小舅子啊，还有太太啊，你要不要洗你好不好？ 呀，那么的那种直接出现的了，好不好？就代表那种。啊，那么个要去做什么呢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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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兵完不能出去洗啊。啊，那什么呢？起码去交兵房，啊，你到位，到后来就感谢神了，在过年的时候哈，出了一般的病嘛。啊，说你想那个说，什么样的病，我不做什么病啊，病要洗的要签名。 啊，假如这些你说什么那个，说明都传不了，有什么签名？啊，比如啊，六个，签名哈，赶快向医院请假，第二天就去洗牙。马说马达三六年，谁干没病，啥谁的啊？中医教会都开临时的职位通过，因此老墓道怎么就最资深的老墓道，就那时候就该你说，啥该医也是啥人他。啊，那刚好过年啊，传道回家了。当然说是面，我点都抢。 找不到传道，那点都下不干。当然是我，我就是传道了，还是什么？工地都下，工厂不好的。所以我就找到了石门水库那个大巨那边哈，那个干净。石门干净，下石门水库那里，很冷啊，但住不了下的啊。洗浴完了，赶快洗脚。马上三天没没开开了，哇，那个是赶时间的。 他说：“你妈被跟乱说，我定不了，这样不要礼貌。”这个人刚刚，但是那个只有这样，这个严重性，我说了不了。洗礼完了回到医院，马上三年才病了，啊，有立新医院，立新医院嘛，那么还是不敢。在中医还算不错的，叫得医院，直接就那个，那病人也少。那，哎，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 奇妙的是你就发生了，奇妙的那叫啥？他本来身上啊长那个那个灰爪，就是那个免疫系统啊，带状疱疹。他们说这个刚是个物质黑的很。哎，洗完回来那个病房啊，那个就好了。马上生那个病，那不那个，还有他本来要洗肾，完了你给我看出肾的那里3个礼拜了，啊，是的，就按礼拜。第二天说要洗肾，一检查指数正常。 你在出汗的人啊，跟上海不拉吧？你说既然正常就不必洗了，就不拉了啊！那你话去了嘛？洗了3个礼拜，去洗浴回来不要洗肾了，洗嘛一洗，一个月是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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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马斯洛心里没钱，那你不能要吃面，要吃饭，什么都要吃啊。肯定不要验毛病啊，那是什么病啊？本来都不能吃啊。刚才你肯定不打点滴嘛，我那不是不点滴那里，再他就高兴了，我是为他吃。发生了内定没个事啊，你看那个，后来就没多久就出院回家了。那个下头往那三点看，在家里平平安安过了差不多三个月。我第二次等到举办家进。突然间心脏又不太好，然后得到那个心肉那个，他也送到医院去，蹲他不用了。啊，那医生就说这个很危险啊，怎么样？我也是心急，很厉害了。太太赶快跟我讲，我也是不可能明白。我那个岳父哦，就是一直等我呢，等我去帮他打造，他才要眼睛闭起来。有的什么那个功夫啊，努力的肯定。跑到医院去，赶快帮他。因为医生说你这个不能在住院的时候很危险啊，然后送回家。慢病家一个可以没有那个是对得上的，就一点祷告，努力没有用啊。祷告完了，他很安然啊，他就还没有闭眼啊，回到家才到家里面放好了，他才回去。就我生那个，然后我生了寡人了，我就后来给他办丧礼，我是蹲在那个。你看我岳父。传了跟他讲了五十几年，最后主耶稣还是选择他来信。有的时候你我有那时候老慢的努力很厉害。你想一个客家人那么信耶稣那么容易啊？客家人不能接，碰不了我难的，碰不来。但是主耶稣还是给他来信。我为他给盖学校。后来那个大舅子啊，他是住在美国啊，那么就对啊，那么怎么给阿美利卡？那个大舅子那个嫂子啊，那个。大嫂，他是很迷信的，伊拉木安尼个迷信了一位，然后回来以后跟他做见证，摸着个是给修炼了，那个大舅子啊，在丧礼里面就很感动说啊，以后我也要信耶稣。伊拉那木安尼个是黑社会，学什么？讲到现在还没有信啊。就说你的确你是黑，因为他的太太很迷信。他们说伊拉木安尼个啊，很重问题。但是呢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体会到，阿利夫的药你把不能用啊。主耶稣在拣选，学什么情况药还是不能，不可能都变成可能。啊，那伊利夫耶个假用了，我妈妈也是不可能变成可能。爷爷跟爸爸那一定是黑，我是黑位。我信主之后啊，我妈妈很气我，是黑这个姑娘给韩国那时候来，我一直哭啊，你忘记的是吗？那时候跟我讲说，早知道你会信耶稣，小孩子的事情。啊，不是那次学什么跟老弟子进去找去嘛？还好他讲气话，他们那也没有人要关心个啥。那过了十九年之后，没那时候又丢那个啊，爸爸我妈妈就住在我们现在中立这边。然后哎呀，我是过去。